咱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器啊。这台机器呢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爱华的机器，同时呢主人跟我说的是这台机器是他与他的爱人一块买的。这台机器结完婚之后，这台机器就一直在柜子里存放了，希望我们把它修好，我们也不负众望，把它就是打理好了。整体来说还是那句话，成色好的机器只要您认真的打理，它绝对不会有颤音的。来，咱们听一下它的声音表现啊。来，插上咱们的耳机线之后呢，播放。别再口口声声对我说你爱我，为什么还不守着我？声音表现非常不错，来，咱们听一下反面啊。现代人条件好，爱情跟人抓得牢，坦荡终身大事就烦恼，有爱情还要面包，有爱声音表现非常的好。您看到这条视频跟我联系一下，如果要是今天下午明天的话，明天的话我可以给您发货，如果过了明天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回家了，就只能节后给您发了啊。好的，咱们这台机器的测试就到这里。